2021年7月31日，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中国书画展厅，一场名为《幽居有伴：中国画中的隐逸与交流》的特展正拉开帷幕。这是一场横跨一年、分两期展出的特展。在第一期的展品中，您能看到文征明的《东陵避暑图》，以及李杰的《西塞渔社图》。而另一幅同样备受瞩目的传世佳作，就是吴立的《墨井草堂萧夏图》。这是吴立在1679年创作的一幅奇观卷轴，他采用上帝视角，用典雅的笔墨，精心绘制了一位高士于夏日午后在自家庭院悠然自得的景象。在完成这幅画两年后，饱受佛儒思想影响的江南士大夫吴立，在澳门接受罗马天主教的洗礼，成为耶稣会神父，在上海传教，直到去世。而在341年后的今天，百年前的中国书画精品，正在世界之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进行展出。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，自人类文明诞生起始，就从未中断过。您将欣赏到的本次音乐会，以时间为经，地域为纬，是一场贯穿时空的华彩乐章。它既有400多年前的传统古乐，也有疫情中创作的现代民乐。你能听到庙堂之高的丝竹雅乐，也能领略市井坊间的民俗小调。无论是耳熟能详的汉族传统曲目，还是风情别样的少数民族特色风采，江南的温婉，塞北的激昂，独奏、合奏等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等等，在不到一小时的节目中，我们将为您一一呈现。这场音乐会因吴立的生命轨迹而得启发，汇聚中国各地极具代表性的乐曲。通过它，我们希望您能领略到中国传统音乐的丰富和多元化，对其有更深刻的理解。那就让我们随着吴立的生命轨迹，从东到南，由北到西，游历整个中国，来一起欣赏这场融合了不同地域民族、跨越时空的中国传统音乐会吧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